王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啊，没有，没有。我只是见你长大了，想告诉你，凡事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意愿，千万不要妥协。如果我坚持自己的意愿，父王可能就不会支持我了。哼，父王永远都会支持你的。希望有朝一日，你能够找到你的心上人。如果我已经找到了呢？找到了？哈，我知道是谁了。父王知道啊？是个好样的。是啊，是个好样的。可惜。可惜什么？只要看中了，就要全力去争取呀。你支持我？嗯，只要是你所爱的。父王，你真好。好孩子。给给，你看，你看。哟哟，你看。哟哟哟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上回这事儿吧，没办成，还让老二倒打一耙，你说我这心里不是滋味。哎呦，上回那事儿啊，都怪凤凰那丫头鬼迷心窍了。那您就赶紧帮忙促成我跟凤凰的婚事吧。我爹病着呢，这老二又不知道心里怎么想，夜长梦多。哎呀，我也正为这事儿头疼呢。你说我家那老头子吧，是个老倔头，我那凤凰丫头呢，又是个小姐脾气。啊，那就由着她嫁给老二啊，那可是我媳妇都说好的。哎，这件事情我也仔细想过了，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一招。哎，大嫂，哎，快去快回，给我办好了啊！好，没问题。你同意凤凰跟牛郎那门亲事了？哎，刘老儿不是病重了吗？赶紧把凤凰的婚事给办了，冲冲喜，兴许就好了呢。哎，不是啊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变得为刘家着想了？啊，早晚咱们是亲家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吗？那你是想……哎呦，别在这问东问西的了，赶紧啊，批八字儿，下聘礼，写喜帖，快快快，办喜事儿了啊，快去！你要想要，我给你挠挠。哎呦，行了，去，快去。天开眼了。主人，雾太大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也不知道他和凤凰结亲了没有。我也为这事着急，要不我下去看看。那天门守得那么严，你下得去吗？我能大也能小，变回小梭子一出溜就出去了，就那几个傻大个拦不住我。好，快去啊。好。Thank you.
下，哟，陛下，陛下，您还是管管吧。这二公主汉娃呀，非要我承诺她跟夏言的婚姻，还非得逼着我在姻缘簿上啊添上他们俩的名字。哎呀，夏言明明喜欢的是司音呐，谁说不是？从我第一次看到夏言，我就觉得他和司音很合适，他们才是天生的一对儿啊！是是是是，更何况司音也已经认可了。司音认可了？哎呦，真是太好了！我还怕他呀。怕什么？自从上次神前会之后，这司音一直就想着夏姐。嗨。司音从小锦衣玉食，天真单纯呐，他不会喜欢夏姐那些柴米油盐的苦日子。女大十八变，不可不防啊。我的女儿我了解。是是是是，就是那二公主她老缠着我，我。哎呀，你不要再理汉娃那个疯丫头了。哎，这个夏言呐。是我心中已经认定的三女婿，你就赶快成全司音和夏言的这个婚姻吧。是是是是是，你要是再办糟了，就要提前休息了。我，你这些日子办坏的事也不少了。是是是，我一定办好这件事儿。好好好。动作麻利点啊！哎，好，这几字一定要站好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对，弄好了，弄好了啊！哎，你们小心，千万别粘歪了。哥，你们这是忙什么呢？办喜事呗。办喜事？谁办喜事？嘿，你就甭管了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爹还病着，我可不想。哎，你放心，我是大哥，我做主，你就别操心了啊！哎。把这弄好点儿，哎，小心点啊！哎呀，凤凰，你别动啊，可别扎到你啊！问你，他们这忙着给谁办喜事儿呢？怎么又是你？你说你跑这儿干什么来？啊，你管天管地，你还管着人间结婚娶媳妇儿啊？喂，我现在是神哎，是天神，管的事儿多了，你管得着吗？这可是你说的啊，我管不着你，你也管不着我。哎，等等，哎，我问你话呢。你自己不会看吧？啊？刘家的二郎和周家的凤凰明天要结婚了，啊，不会吧？你又不是月老。可是姻缘簿明明已经改了呀。改什么呀？哎，你改肯定是牛郎娶凤凰。哎呀，我给你撒这个谎干嘛呀？坏了坏了，这下完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呸！什么破神呢？跟我这儿还牛？牛什么你？哎，你回来了，你看到什么了？主人，不得了了，牛郎真要娶凤凰了。真的假的？明天就办喜事了。你确定没有错？土地说的还能有假？
三公主，哎呦，三公主，哎呦，三公主，你嚷什么？我给三公主道喜来了。有什么喜呀？没看见三公主正在哭呢。三公主啊，你的父王有旨，让你明天一定在织房等候。等候算什么喜事儿啊？你这小东西，你别乱打岔。等候平水王的公子夏言，你的父王啊，给你找了一个好夫君啊，好事儿，好事儿，好事儿哦！坏了，坏了，怎么又弄出个夏言来，全乱了套了。我要离开天庭，我要下界去。对，咱们下去弄个天翻地覆，让他们成不了亲。可是要出南天门可没那么容易，我能混得出去，您可就难了。我不管，我就是要去。牛哥，你告诉我司音去哪里了？我的心他明不明白？他是不是真的喜欢我？唉，他长得那么漂亮，怎么会喜欢我呢？可我真的喜欢他。哈哈，兄弟，原来你有心爱的姑娘啊！哥。给我讲讲，说老实话怎么回事？还别不好意思说吧。不瞒大哥说，我看上了一个外村的姑娘，她是扫晴娘的干闺女。啊啊！哎，那你还要娶凤凰？哥，我正为这事发愁呢。姑且不说爹病成这样。我也真的不想娶她。其实吧，其实这个凤凰呢，她是一心想嫁给我。当然，啊，我也是愿意娶凤凰。那个神仙会上的事儿吧，它是个误会。哎，你想想，也只有凤凰这样的姑娘，才能配上你跟我，是不是？既然你这么喜欢凤凰。只要凤凰愿意，我没意见。凤凰他愿意啊，可是人家姑娘家的，不好意思说出口。
你们俩的事儿，你们俩说了算。那怎么说定了？我跟你说，人家周家其实特别着急，人家唯恐咱爹有个万一，把这婚事儿给拖了，所以人家想尽快的把这事儿给办了。当然了，其实现在咱家也缺一个能管家的女人。你和凤凰你情我愿，我没什么意见。弟弟，不许反悔啊，不许反悔。好。好。凤啊，女人的命啊，就是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你只要紧握家财，男人就翻不了天。娘是过来人，什么不知道啊？娘就你这么一个闺女儿，无论娘做什么事，可都是为你好，你可记住啊。嗯，哎呀，看看我这闺女儿啊。爹，哎呦，好点了吗？来，喝吧。慢点，慢点。破！哎，给爹穿上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。爹好好的，你是不是想他？我跟你说啊，这种话可不许胡说。我让爹穿得漂漂亮亮的，那是让爹体面，让爹高兴。再说了，我现在结婚，也不能说我不孝顺呢。我是个孝顺的孩子，这是给爹冲冲喜。我这一结婚，爹一高兴，万一好了呢，是吧？原来是这样啊！哎，一会儿你替我去接亲，啊？我去啊？这合适吗？哎，当然合适了。我虽然是新郎官，但我是长子，我不能让乡里人说我不懂礼数。你去就比我合适，因为你是我亲弟弟。又不是你结婚，你去替我接新媳妇呢？这乡里所有的人都会说，我这当哥哥的懂礼，因为父母大过媳妇，对不对？天苏，快！哎，
来了来了，你看，哎呀，把媳妇接来了，快点看呐！哎呀，大喜大喜！哎呀，牛郎，你小子真有福气呀！
为什么不是二郎？一定是娘出卖我。为什么这样对我？娘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朋友，哎，你说，刘家这帐子婚事，大的换小的，大郎换二郎，偷梁换妇，有点意思啊。依本王之见，我觉得这个牛郎跟这个凤凰未能成亲呢，也不一定是件好事。为什么？你记性太差了，你忘了吗？三公主是喜欢牛郎的。哦，这事儿，哎，我还真忘了。如果他们两位不小心来个人神恋，哦，倒不偏，那麻烦会一直一直来到天尽头。那好办。那咱们就等着看热闹呗。哎，朋友，你冷静一点好不好？还看热闹？我们也会跟着一起倒霉，因为从古至今，人神恋可以说基本上大部分所有都没什么好下场。哦，老兄，还是你比较有远见。所以以本王之见，这是咱们就装作什么都没看到，什么都不知道，能瞒一天，是一天；能瞒两天，是两天；能瞒三天，是三天；能瞒四天，是四天。成交。说的对，装不知道，能瞒几天是几天。喂，老糊涂，你醒不醒？你又弄错了一段姻缘。老糊涂，你醒不醒？哎呀，谁呀？这么大呼小嚷的，真是！哎呦哎呦，是你呀？嘿，你居然也敢骂我是老糊涂？就凭你这么个小屁神儿，敢呼喝我，真是反了你喽！天天糊里糊涂的办事儿，你让二郎和凤凰成婚，三公主都伤心死了。婚姻是天作之合，
那个姻缘簿上啊，都写得明明白白，谁也改不了。我要看看。你有什么资格看？不能看。是三公主派我来的，我就是要看，我就是要看，我就是要看。你给不给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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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行行行行行，哎呀，你怎么没规矩？我让你看看看看看看。我记得原本，这姻缘簿上写的是大郎啊，夏姐成亲的是二郎，出了这么大的错。我一点都不知道。哼，这要是让玉帝知道，肯定会撤了你的职，把你关进天牢，饿死你。我这就去告诉玉帝去了。别！哎呀，天锁呀，这件事啊，千万要保密，可不能让众神知道，那我可就丢大人了。不成，我得让大伙都看看。你一天到晚糊里糊涂的都干了些什么？我一定给你配一个贤惠的天梭奶奶。那也不行。哎，你看我跟你说，这姻缘簿啊，几千年来从来就不出错，这一次实在是太特殊，太奇怪了。我才不管怪不怪，反正是你弄错的，我要报告玉帝去。你真要去呀？除非你认错，下界把牛郎和凤凰的婚姻解除。这个可不好办。那我这就报告去了啊。我跟你说呀，哎呀，姻缘簿啊，几千年来都不会错。这个周凤凰和牛二郎成亲，你亲眼得见吗？当然了。我出不了南天门，可是我知道。哈，你根本就没有亲眼得见，那你凭什么去告我？你没有证。你不信啊？你不信，把灶王叫上来，一问就知道了。叫就叫，我就不信呐，我会出错。哎，灶王，灶王，灶王。月老，你好像在呼喊我的名字。我问你，天尽头谁家成亲了？哦，回月老，是刘家和周家。废话，我还不知道是周家和刘家。我是问你，周凤凰嫁给了刘家的哪个儿子？月老，你可真够神的，这些您都知道了。他知道全给弄错了，哎，是错了，哎，真错了，是真的错了，哎呦，我前世辛劳，万世功名，毁于一旦喽，真没脸，真没脸。哎，好好，别打，事情呢，其实是这个样子的，所有人都以为刘家的二郎娶了周家的凤凰。但是没有人想到，在拜天地和洞房花烛夜的时候，却变成了刘家的大郎和周家的凤凰。你再说一遍。刘家的大郎娶了周家的凤凰。听见没有？我没错。错了。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刘家二郎娶周家凤凰。没错，没错，那姻缘簿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刘一郎那不就是刘家的大郎吗？哎呀，月老，你真的是老糊涂了，你忘了上次我们神仙会呢？你净瞎说，神，哎哎哎！
哎，你别跑，别跑，你站住！我没功夫，别跑，我要去三公主报喜去。报喜？哎呦，坏了！说真的，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好过这件事。月老，那我先离开。哎呦，这回可真完了！哎呦，真完喽！哎呦。主人大喜，主人大喜！你呀，永远都有好事。我现在心情特别糟。哎，月老错点鸳鸯谱，凤凰女嫁的不是刘家牛郎。你别哄我哦。哎呀，真的真的，灶王亲口说的。真的吗？要是假的，我天梭马上还俗成梦梭。那我现在就要下去找牛郎哥。主人，你怎么谢我呀？我跑上跑下的帮你打听，我的功劳最大。好，好，好，算你功劳一件。你先跟我走啊。好。玉帝的路牌，走得急，忘了带。哼，那就请三公主拿了路牌再出天庭吧。我回来补给你，可不可以啊？恕末将们得罪，不能私放三公主出去。喂，你哪那么多说头？公主你都敢来，反了你了！我们就走。天庭天规在此，请三公主自重。竟被母亲和刘家两兄弟出卖耍弄，被迫嫁给这个恶心的蠢人。不报此仇，我誓不为人。嫂子，我去干活了。站住！从今天开始，我立下新规矩，刘家所有人的口粮和牲口的草料，全都给我减一半。这怎么？还有，这是我家的井，哼，水钱也给我涨两倍。嫂子，全村的人就靠这口水井为生，你这样无故涨价，未免也太无情了吧。哼，你也懂得什么叫无情啊。站住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还有，给你爹买药的钱也给我减一半。这怎么行？什么都能省，给爹买药的钱不能少啊。那早上吵什么呀？哥，我还没睡醒呢。我哥，嫂子说要把给爹买药的钱减半，你看这是不是太……这可不行。对啊，
这可不行，这是给爹买药的钱。老婆，这给爹买药的钱可不能。这。咱们家你嫂子说了算，听你嫂子的，啊，听她的，啊，老婆，都听你的，听你的还不行？哎，老婆，以后听你嫂子的。哎，老婆，哎，老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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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，这什么破花瓶啊？哎呦，这可不能乱扔，这是祖上留下的，这是咱家的。什么烂棉花呀！哎，别！什么烂被子呀！什么烂枕头呀！哎，老婆，哎，老婆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我给你换，我都给你换新的，全给你换新的，别生气啊！这什么味道啊？好臭！哦，可能是来福那条破狗又把屎拉屋里了，回头我抽它，我抽它。啊，不是，不是，哎，老婆，是不是剩饭剩菜馊了？不是。哦，老婆，我知道了，那个，可能是我爹，我爹可能把屎拉炕上了，他，这我这。你爹怎么能把屎拉炕上呢？他中风了，他瘫了，你忘了？啊！让我跟一个这样的人住在一个屋里，我受不了。我也受不了，我也受不了。让他出去。出哪儿去啊？炊烟起，清风吹不已。天尽头啊，有个你，一生只爱这一次。天尽头啊，长相依，悲欢只为。生命换取那一秒钟的相聚。